为什么 Helix 然后钉子大柱子大？ 哎，我们烧了气放在这边，这边有没有 Helix？ 有。 Helix， 那这边有 Helix， 请问你，陈小姐，因为哪你们这组啊？陈小姐 ，Helix 了。 啊，我们用英文再加华文 ，Helix 了哦。啊，Helix 了，你读到34。假如没有 Helix， 你的数数应该多少？37。啊，37、35、38都不要紧。好，这个减这个怎么样？8。这大了，这个数字小过什么？小过理论的数字。这数字小，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小。 什么东西给小的除？大家应该怎么样？大的，所以你们做到大的，你们是对的，因为社会的错不是你们的错，好吧？空气把热带走了，使这个温度变小了，或者是这个温度变小了，好吧？都是社会的错。好，做到这样的，你答案对了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 要处罚他一下，谁讲潮了要处罓了？你谁讲话？颠他一下要不要？好，不要，接受，不要。做完了没有？做完了。交。做完了没有？交。做完了交就被交了哦。放学了，今天放学了，我们玩。啊，开梦就可以让我们玩。 Thank you.